顾医生的医术我是完全可以相信的，所以放心吧，这一次手术一定会顺利的。我要辞职。辞职？是因为那个吻吗？你不要往心里去，那个吻只是当地的新年习俗。而你恰好在我身边，我觉得你不要当真。顾老师不用提醒我，一个吻而已嘛，法国人接吻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正常，我当然不会当真了。偏长了一张嘴。苏渊，吃早饭了吗？不对，太生硬了。苏渊，这个是食堂的小汤圆，又甜又糯，我给你打了一份。昨天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其实我话太多了。苏渊，一起吃个早饭吧。顾医生的医术我是完全可以相信的，在国内的华人医院他是最年轻的附属医师。苏渊看起来不太好说话，有点距离感，但是他对每一个病人都非常非常负责，所以放心吧，这一次手术一定会顺利的。可以啊，苏渊，当着我咄咄逼人，背着我却又说好话，真是口是心非。苏渊，顾医生，正好要去找你。这个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虽然是一份临时的工作，但我觉得还是要正式一点。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找到合格的翻译。苏渊，你的法语挺好，又有医学的背景，想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翻译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希望赚钱的话，大可不必跑到法国去，我可以给你涨工资。不需要，也不全是为了钱。那你给我一个能让我满意的理由，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又要再一次的半途而废。你说你不是为了钱，难道你是为了人？你该不会真的喜欢艾略特吧？你是为了他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还要去大使馆办加急签证。根据我们的合同规定，辞职需要提前一周申请，自申请日起一周之后才可以离职。在此期间，正常上岗。
缺勤扣工资。